要穿比基尼才是。你要比过他哦。我今天打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要 check in。好，那我们是异想天开。好，那给你一张证件哦。证件是吧？对。OK。拿你的。好，谢谢。那这是入住是一个晚上。是。对，好。那这边证件先还给您哦，谢谢。那房间这边已经帮您安排好了，房间号码在这边。那我们早餐用餐时间是早上7点到10点半。那如果说有用餐需求的话，我们3楼有一个喜悦楼的中餐餐厅也可以做使用哦。好。对，那5楼有一些公共设施，有温泳、游泳池，然后有需要着泳装跟泳帽。好。对，那电梯那边请哦，谢谢。谢谢。那谢谢。怎么样？温泉是有它有时间限制吗？我们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最后入场是9点。哦，那泳池嘞？也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在同个共同区域。那健身房呢？健身房是24小时的，24小时的，对，只要带着房卡过去就可以做使用了。你会去吗？哦，会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入住愉快。想独处的时候就来这边坐着，好。想静静的时候，对，想静静的时候，你要先坐一下，坐一下，我感受一下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来本书，你吗？你要确定哎，那也可以看杂志的哦。我也会看书的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装书，好不好？蛮酷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很舒适。我们是616。来喽！不觉得蛮近的很高级的感觉。对，这个配色，不好意思打扰喽。すみません，不好意思。哇！好漂亮哦！哎，床舒服吗？很舒服。风景还不错，你看后面还有那个后面一大片的海。对，河是淡水河吧？有人在游泳辣妹要下去了！有辣妹要下去了！辣妹要准备下去了，要穿比基尼才有才行。你要比过他哦！我今天打你好。你看船你刚刚是不是搭那个船过来了？对啊。哇，这么冷，好想游泳哦！好啦，我先睡觉，你们先聊一下。真美，那个人是什么意思？他已经入睡了。这个蛮舒服的，很舒服，有那个很干净的味道。这个蛮舒服，这一躺就可以入睡的感觉，这个不错。人一起泡汤哇，好大哦！三个人一起泡澡，哇，这里好景真的好漂亮啊！而且重点是，你看它的那个洗手台，双洗手台，这是梦想中家里要有两个洗手台，一定要这样子的，超级方便。韩剧里面都这样，大对。然后这边还可以坐在这里化妆，对，第一次在厕所看到梳妆台，超赞的。